以前那种情况是只能换，就是 only 换线，现在是能接受。嗯，这个对局这波被抓死，各位退。兄弟，这波死了直接退。来了，约德尔凤凰火焰，鱼叉减速，再一个鱼叉再减速 ，OK 死了。拜拜了，退游戏。你玩吧，再见。女 T 没双。然后 Fortig 看了一下自己的英雄是镜，你去吧，赶紧去啊，你去吧，我不想见到你，没闪呢、啊，伏笔来了，哎、打得死吗？这两个人弹回来，然后呢？打得死吗？打一，我把技能全躲了，这波老再 Q 回来，我打死了，后悔，我喜欢帮上，那乒乓球的那个，那个我看那个王浩，怎么讲？哎呦。下来不跟你讲战术了，先下来挑挂线心情。对，绑住绑住，闪现接绑，但是很短的时间哦。在台乌兰博大杀，撒个大脚再不过去吗？三击做到吗？应该死完了。哇，我有三击，可以还能继续吗？我觉得可以包一下。Rookie 在右边卡，不能继续吗？打不了到他，杀掉，死完要死完。又来了三击，三进三出又来了。别放他们走，只因你太美。还考到了宇超，我有三击，我有三击，又要杀一个三击。兄弟，我去卡位置，我还在卡位置，三击给你们人头，我不去了。怎么说？你自己吃呗。你吃吧，你吃有点远。吃吧，你吃吧，你吃，你吃。纸没纸到，一绕怎么说？没踢的。没 TP， 我时间。想送女 T， 晕住。还是有助攻吗？还是有助攻吗？我、哦、没助攻啊，没助攻。打野差距很大了，这把点数刀，嗯，技能发的挺好的，老战。看这个晕。先给大家 Q， 哦呦，哦呦，先给大家 Q， 因为一不着地太远了。哟，来啦，来吧，坐牢。但是这很难换呢、啊，不是这个版本，这个版本中路上来越其实没有那么赚了。OK，W 交了，那死了呀。不，这时候再给火了哦。这谁去玩弄？溜虫还是个？我跟你说，这三个人谁吃人头都行。对，这个是最爽的。就尽量避免这个对局，或者我把蓝波办了。嗯啊，你觉得怎么样？把蓝波办了，我们先选鳄鱼，给你先把它聊到下一个对局里边去。先给你是舒舒服，我说好配合这波。W 被断了，哎，可惜柳 T 点头，兄弟，我配合有点好，这波有点帅，这波真有点帅。哎，还行，蓝波大招放的还不错。我们说甲狙一枪直接收，我有 Fortig。狙击手的，哎，等一下，看一下小虎的位置，小虎在哪儿？小虎在你屁股，小虎想掏老二，小虎来了，被发现，看到了，快跑，没中，怎么说？给点压力啊，给点压力，对，给点压力啊，对，这里要给压力，小虎来了，小虎来了，这波泽利杀完了呀，小虎来没用啊，泽利杀完了，电泽利杀完了，几杀了 ？Rookie 杀杀三杀三杀要五杀了 ，Rookie 要五杀，来吧，五杀一击。不许跑！哎，找不到了，放弃了，不找了，推塔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 ，钻已进，团队的想赢，团队太肥了，这把泽利真的，我操，兵还全给泽利，我兄弟绝对的想赢，直接不追了，回来推中塔，700七杠，成熟男人的比赛的打法是吧？对，绝对成熟男人，兄弟，那些不成熟的直接喊五杀五杀五杀，可十年前早追了。追到底 Q 吧，追到十年前五个一起追，十年前五个一起追，我帮你控，我帮你控，我快找，我在，快来，他在这里，我 TP 包他。现在就是那种教练最喜欢看的画面，别杀他，推他，对，明显我们把这波团钻到底，这个很平常。你现在这个有一个能说的吗？一个都勾吧。确实，我想了一下，说不出来，就脑子里会有很多，但说不出来。很多那种不能讲，包括这又消音的，包括这场里边也有。能吸住吗？吸住。哎，放这个死了，但还能我中，好帅！能换的都发了，都换不到。死掉，炸不死，炸不死，差一下。哇，他肯定很想换，1000块这个是，蓝兵去换这个得。哇，这 combo， 哇这 combo 又简单又华丽，伤害又高，金炸蓝博，加火蓝。再配个泽利收割，输了有些人会像你说的，就比如说，下一把给他干回来，弄回来。
那有的时候就很气，就跟自这跟自己生气的那种，很烦，很多这种，很多跟自己生气的。哎，点一闪现，好反应，要遛狗，要遛狗吗？队友呢？英反打，我哟，队友来了，但是没用。一千给一折，太慢了，来的。兰博也来了，哇，兰博这个大招，哎呦，哇，枪狙死。哇，他们这个团战的又简单又华丽耶，那批这个，就是他活着。但是有一次，老板跟我说，我上一千分，给我十万块，给了吗？给了呀，上一千分就给十万块。对，但这个合理，你知道吗？我们之前是影响，不是这个韩服第一给，这个不影响队内气氛啊。你想一下，就假如说，哎，后走汤死汤不死了，汤不死。之前不是 Light 打到了，之前在 Snake 是 Light 打到第一嘛？啊，给了吗？给了，最后是给了，最后是给了，前面不给。前面报说要报，不是你说最后给了，跟前面肯定没给了。你知道最后给了就是了，好吧？我等会儿全哥信息来了，一个问号，一个问号。那个时候已经没有全哥了。哦，是吗？对，那个时候已经没有全哥了。哦那就全哥的后面，那你就爆吧，全哥后面，一千分就是刷了，对，这么好吗？队伍，哪个队伍有这么豪气的？想想，哦，你带过的，哦，你拿冠军的队伍，哦，我知道啊，嗯，最后一枪，枪来，哎，怎么没伤害啊？回起来了。兄弟，一人虐给了吗？给了呀，真给，就是一打到立马给。仙境还是塞在嘴上还是？哇这，哇干，还是仙境，塞在嘴上，我记得很清楚了呀。